父母想给孩子什么？财富、知识、快乐，总希望让孩子拥有最好的一切。但父母最想给孩子的，其实只有一样：未来。未来的变化日新月异，怎样能让父母放心孩子们独自面对？只有为他们选择一个足够好的起点，选择值得信赖的指引者和同伴，才能真正安心。在 Etonkids， 我们为每一个孩子准备了这样的起点，帮助每一个孩子成为最好的自己。 Etonkids 创建于2002年，由美国哈佛大学、美国西北大学凯洛格商学院校友会的成员，以及美国蒙台梭利协会 AMS 的教育专家们联合创办。经过15年发展，在中国已进驻于18个城市，园所数量超过50所。作为中国最具国际水准的早期幼儿教育机构 ，Etonkids 秉承西方百年验证的蒙台梭利教育理念，并融合中国文化及传统的精髓，让孩子们在汲取多元文化的同时，发展求知欲、自信心、责任心，培养实践动手、分析和解决各种综合问题的能力，使潜能得到全面挖掘和释放。为了激发孩子们学习的兴趣，我们再结合了蒙台梭利教育课程和中文课程的基础上，创设了领先世界的蒙氏教学环境。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满足儿童发展及自我探索的需要而专门设计的。孩子们亲自参与整个教学过程，通过不断的尝试和探索，体验最完善的蒙氏教学。我们围绕蒙氏教育开设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兴趣课程，修养身心，培养各种各样的才艺和技能，满足孩子们不同的需求。针对语言学习，我们采用了特有的中西文化交融的教学方式，让孩子们沉浸在不同的语言和文化家庭式的教育中。这不仅可以让孩子们同时掌握中英两种语言，还可以在日常生活中潜移默化地激发起孩子们学习英语的兴趣。在 Etonkids 的课堂中，不同年龄和肤色的孩子汇聚一堂，我们针对蒙氏教学开设了混龄编班，能够更高效地培养孩子的洞察力、专注力、创造力和社交技能。这些能力的积累将成为孩子越来越不可替代的财富。 Etonkids 的主教老师通过2年 Etonkids 蒙台梭利教师培训学院的国际知名教授的专业培训，并获得 MACTE 国际蒙台梭利教师培训资格认证委员会的认证和 AMS 美国蒙台梭利协会认可的教师资格。这些深具爱心的国际教育专家们和投身幼教事业的老师们，是孩子的良师益友。 Etonkids 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，我们始终坚持创造力、品格和多元文化的3C 价值观，不仅重视知识的传授、能力的培养，也同样注重对儿童性格与品格的塑造。我们希望孩子们自信快乐地奔向未来，这里是他们扬帆的起点，我们是他们的护航人。有了好的起点，没有到达不了的远方。我们敬畏每一位孩子的无限可能，将细心呵护用诚挚的匠人精神打造每一位未来的精英，这是 Etonkids 的使命，这使命没有终点。